我们全家人已经到了云南大理的洱海了，这方这个天气真的是太安逸了，点儿都不热，太适合避暑了，但是还是要注意防晒，这个都防晒衣穿件。今天我们就带着他们一来来玩儿去，全部游遍这个洱海，到处去逛哈。他们已经在那儿租摩托车了，因为开车子有点堵，我们去享受哈，走。抱着宝宝来，带姐，你慌得很。走吧，走。要抱着爸爸哈，爸爸没有你们慢的哦。走。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，带走我的爱，让我不再苦苦奢求你爱回来我身边，我身边。哇，好凉快！这真不是嘛，我真是好气，甩你。怕死你啊！我走到你那儿，这烧油烟气看好舒服。嗯。我们骑车去了这方，看到这方的风景太漂亮了，免不了要拍一些漂亮的照片。我先给我妈化个妆的。哎呀，熊呀，拽呀！哎呀，我来，宝宝这儿来。你喊你喂。来嘛。来，宝宝这儿喂水。我走过水说了花样好脏哦，脏啥子哦，哪个都爱漂亮，妈还不是个美女啊，花姐妆更漂亮。我给把头发整洁，给它薄薄粉的，我撇撇没拿盐给先炸锅揪揪。妈的嘴撇不还小嘴小脸要点吗？看到还要的，现在要的要的，我给把头发取了的。我先照镜子，可以吗？照一下吧。好，可以了，就这样。好的，我脏哦，你看。可以的，脏不去换衣服。看到谁是大脏啊？好看。好看。拍好了，拍照去了。我没得西装的多。不管是，这儿没得男娃的衣服换的。叔叔，站过来这边，叔叔。站这边来。来，站到这边来。妹妹就抱着嘛。就坐在这里嘛。我就在中间了。熊玉瑶，咋个光妈妈裙子这个了？喊的啊，站到，站到，等他们拍完我们也拍哈。你看哦，我们两弟兄拍上啥子噻？弄我嘛，弄我啊啊！笑。换第二套衣服了，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苗族的服装，今天终于穿上了。熊羊不戴头饰，古代不戴。妹妹转过来看叔叔。Hello。这样，把我衣服换了去吃饭。我给洗脸去了，没洗完就洗了嘛。该洗了，吃汤。那个背的是啥子？老人头啊，这个呢？是剑手青。剑手青。
们本身它是红色的，切开了中间这些变青，所以就借手去手碰一下它也会变青。要煮多少分钟？水沸腾了以后15分钟。好，高级实验。都煮香了，但都不能吃哦，要煮满15分钟，不然菌子不怕也不得，很危险的吃了。妈，看到宝宝喊妈呢。宝宝，我哪儿看到宝宝喊妈？妈都小姐了。我喊你喊宝宝喊妈。那娃乱死了。吃菌子，宝宝妈吃完这顿饭，我们第一站就结束了。下一吃完饭，我们下午往丽江出发。要得。明后天去丽江耍。要得。这吃起都香啊，香得很哇。云南就是菌儿多啊，四川没都没得。可以。对啊，你羊肚菌嘛，香很。耍开心没？这一站。太开心了，下一站更开心。嘿嘿嘿。要得。来。行啊，多吃点鸡肉。我在那儿嘎嘎。刘总。我还在吃呢。我在吃呢。